Hello， 大家好，就嚟十二月，即系就嚟圣诞节啦，系时候要谂定送啲咩礼物俾朋友仔或者另一半啦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哋就有啲建议俾大家。首先咧，就有呢一个入门级嘅 Hermes 颈链啊。今日一次过咧，就会介绍晒啦唔同嘅颈链款式嘅。首先咧，就睇下呢一个，我觉得系最有气质嘅就系 Hermes Mini Pop H 啦。這個就是黑金的設計，而且這個迷你尺寸尺寸就是 Mini Pop H， Hermes 就在2020年8月開始推出這個迷你尺寸尺寸，適合一些喜歡低調的女仔。大家看到尺寸就會剛剛好在鎖骨的位置，而且細細粒，非常低調奢華。除了黑金，我們還有這個淺藍色的設計，配上金色也是非常清雅和有氣質的。如果粉藍色咧，你著深色衫嘅話咧，就會更加突顯到成個設計啦。如果咧中意 Hermes 呢個珠寶設計嘅朋友咧，一定會好中意呢一條頸鏈啦。而粉紅色櫻花粉啦，呢一個嘅皮咧，仲係用咗 Sweet 嘅質地，所以咧顏色就會非常之鮮豔噶。珠寶呢個 size 咧，就會比咧 Mini Pop H 大少少，但係設計咧都係非常之有氣質噶。中意特別款式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錯過啦！呢一隻 Old Kelly 用咗 Sweet 皮同埋玫瑰金鎖頭嘅設計頸鏈，呢一個顏色就是大象灰拼玫瑰金啦，鎖頭咧仲可以拆出嚟噶，咁睇下你自己咧當日想用皮啦定係金屬，可以自己 mix and match。除咗大象灰啦，仲有白金色嘅。金的 Sweet 皮鎖頭配上玫瑰金的金色鎖頭，配搭是不是非常之優雅呢？近一點給大家看看啦，而在啦金色的 Sweet 皮的鎖頭上面還有 Hermes 的黑印的，這條金金上頸都是給大家看看的，效果是非常之脫俗的，而且它還可以有兩個環在這裡給大家調校長短的。如果想再多一個不同顏色的選擇，我們還有這個925純銀的，這個更加是 Constance 手袋的設計，配上925純銀的頸鏈，設計都非常特別的。加上這個小小的 Constance 手袋戴上頸，你會不會挺有趣呢？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款式，近點給大家看看。真的很多款式，歡迎大家可以去我們 L 班的門市或者旗艦店看看實物，又或者去我們的網站去看看不同的款式有什麼選擇，甚至乎可以留言給我們的 L 班小助手，歡迎查詢價格。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見面吧。